车子，没错，日规万赫的什么车？叉四 N40i。哦，其实我们卖的宾士好像比较多啦。对，没错。可是呢，它是 BMW 控。那我们今天是要介绍 BMW 嘛？那我还记得这个那天车来的时候，他一直看说，哇，他好喜欢这个车哦，哦，他以后想要换这个车。那你知道他现在开什么车吗？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来来来，他的车在后面，我们来看。你现在开什么车？我现在开 F10528。哦，你看他那改得很喵呢，很喵呢。哦，这台也是日规外汇的，也是日规外汇。也有跟车啦，也有跟车。对。啊，那听说你自己还有写后轮转向，把它写到九度啦。对，没错，没错。神经病！你以前是在工程院，工程院对，当工程师啊。哦，以前在做车测的哈、哦，就是对电脑有点小研究，就想编程一下、哦。如果说我们在验车验不过的话，筛选会不会过？不好说，不能说。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一台了。我们讲说修理车四系列，它空间应该没有它大、啊。那你怎么会爱上它？而且你很高呢，你180的、啊，你怎么会喜欢？你可不可以讲给大家听？最主要是它的六缸，它比较特别的是360匹，总代也是35i，它就300出头匹而已。红车吗？对，红车引擎它可以到360匹。它是四轮传动，而且是真的吗？真的。如果说总代理的40i的话，它的配备又没有像日规这么棒，包含5AT跟车、LED 转向头灯这几个项目，是总代理是没有的。总代理当年是没有的，没办法选的。哦，因为这台是2016年出厂，2017年式的车子。OK， 然后直列六缸，直列六缸，然后360匹，360匹。哎呦，那40i的话有了，然后35i就没有了。当年要360万，加这些选配要380万。哦，真的、哦。啊，那还有这个头灯没办法选，所以日规外的头灯是比较特别的，对，转向头灯。对，哎、欸，它有后轮转向吗？它这没有后轮转向，没有后轮转向。哦 ，OK， 它这个是4WD， 哎、欸，拽啊，帅，没错，四川的，然后没错。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看人说，哇，好喜欢这一台，是这样吗？对，没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收了两台车，卖了一台X4，我真的是很爱这种车子，它的系统。他当年2016年总代理他是没有办法到这种 ID6 的系统啊，日规的已经有了，哦，就是他也已经中文化了，中文化了。那他的造型上面呢，除了你刚刚讲的说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5AT嘛，然后他的头灯，他的造型上面你有没有觉得说哪里是你特别喜欢的？我特别喜欢就是他的银耳，人家说车子有银耳都是不好惹的。哦，真的吗？这是你自己讲的吗？我怎么没听过？你有听过吗？对啊，摄影师我没听过，还在那胡乱。车子有银耳，就是不好惹。那这个铝圈是20寸的铝圈，20寸的铝圈呢？哈，其实BMW它一直很注重它的操控性，没错，所以它这个大铝圈，包含它这个车型看起来是很霸气，而且最主要它的稳定性也够高。OK， 然后它的这个车身线条，包含它的这个引擎盖，其实我很喜欢它引擎盖做的这个造型啊。哎，其实可以贴黑色，贴黑色，对不对？这两块有没有贴黑色，会不会变得很好看？又想改了，又想改了，对不对？你买下来，买下来，买下来啊！它这里也有做它的侧裙，然后可是这里是凸出来的。对。而且我看它日本的，它当初是有贴那个门的那个防撞胶条，防撞胶条。可是我们把它拆掉，这个美容到时候把它弄掉了。好的。它后面的这个空间呢？后面空间非常实用。我不得不说，这台车的车况真的很棒。啊，怎么说？你只要开门，你就闻到新车的味道。哎，真的，真的是新车的味道。真的，各位，你一定要来现场看新车的味道，好新哦，新车的味道。但是一个斜背的啦，但是我们讲真的，你这样子的空间，说起来也够用了，很够用，对，也够用了啦。那当然你 SUV 那是另外一种造型了，对，就是它的高度空间会比较好一点。那这种斜背的造型，它空间也是蛮够用的。哎，真的很香，新车味，真的新车味了哈，真的，哇。第一眼看就爱上，它里程多少？里程4万多而已。四万多哦，对，4万多好哦。我们等下到里面去看一下，然后顺便试驾一下，好不好？哦，你有没有感觉一进来就有一种香香的味道？新车的味道，新车味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味道，就是香奈儿。小奈儿的5号香水。哦，为什么呢？哎，泡芙姐，你今天不来拍，你不来拍，你为什么要自己过来呢？上次他啦，把哎、欸、不是他是老爹，我怕老爹把人家挂在南侧，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哇，这个是泡芙姐的香氛卡，哎、欸，真的很香啊，真的，哎呀，好香哦。他这个车子哈、哦，
我觉得真的整体这样子看起来，有够新的，有够新的。方向盘粉粉，很粉，哦，不是这样摸油亮亮。然后它里程是41900，然后41900多，然后。然后它整个饰板什么都没关，其实不得不说，日本人他们的用车的习惯真的是很棒，很棒，对，很棒。然后呢，这一个系统，对，你说这个系统是 ID6 然后 ID6 我们当年总代理他选不到，就是对，他选不到这个系统，选不到这个系统，而且最主要就是这个圆圈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圆圈？对了哈。就是你看，好像它有各种警示系统了吧 ？OK， 我觉得很棒。这个按钮，这个按钮，然后我们单位的测试就是你在前面，我来开，好不好？看会不会撞上来？看会不会撞警示？行人警示啊！我们刚刚讲说它这个系统啊，对不对？然后 Auto Hold， 它还有360度环境。我们来看一下。360度环境，全车雷达。全车的雷达，哎呦，这个赞哦！但是我们今天特别选了这一条路来试，除了它的 For Medic 我们讲说修理车我们最怕就是它很晃晃动。S Drive 它的四轮的这个稳定度转，你好会接哦！你这它的这个抓地力有没有非常强？刚刚真的仔细再看它这个空间有没有空间？像你180几嘛，你坐后面一点，那你多高？我们摄影师176，你这样后面会觉得挤吗？不会，还有一个半拳头，原来差是有那么大。我们特别选了山路，就来测试它的稳定性啊，爬山啊，360度，它扭力多少？扭力50多。那重点是我们摄影师他最近的心情起伏就好像在这个山路一样，高低起伏不定，我心情对不对？摄影师，对，有一点呢心情起伏，为什么？通常男人心情会起伏是跟什么有关？两件事情。哪两件？钱跟女人。这样子说，我特别选了这条路来带他来商结。就是有商。Leo 就是我们摄影师啦我今天就是特别为了你，带你来这边来了解一下心情起伏。你看跟这个山路像不像？来，我们现在开始。来，哇塞！哎呦！如何？呜呼！太刺激了！哇！这个扭力有感受了哈！前面车子跑不动。可以。你有听到吗？不，这个声音好听呢。有了齁，有感觉了齁，有了。对，其实我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酸酸甜甜，有 feel 吗？超有 feel 啦齁。其实我觉得车子这种事情就跟老婆是一样，你会不会爱她，就看她能不能有没有来一下这样。来一下，你好坏。该温柔的时候可以温柔，对不对？然后该那个猛爆的时候可以猛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没错。该摇，我刚刚这样开除了它的驾驶乐趣，燃爆。稳定性，而且它不会倾斜，有没有？就是让你绝对要滑出去的感觉。而且中古车，我们在讲的这个好像都是新车该有的东西。重点有一个重点我们在讲中古车跑40000多公里的中古车，从刚来到现在，你有没有听到异音？完全没有。台湾路有够烂，对，有够不平整的，可是你听不到任何的异音，可是这台就是不会，我觉得它厉害。在这边，其实我们从刚刚试驾到现在有没有？其实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加热座椅加热今天也比较凉一点我常常都选那个日规车，没有，我选美加规也都是有选到有座椅加热，真的很有用。那它
它这个我们讲说它这个有五 AT 的，五 AT 我们大部分是在高速公路用，但是现在前面有车，这样就已经做动了，对不对？哇，有慢下来了，这是它自己慢的、哦。我把它距离用近一点，因为我们看到我弄近一点。啊，因为前面机车很慢嘛，它这早期的这种 Level One 的话，就是车道它会震动，对不对？对，会震动。我说如果你偏移了，它就震动，它自己停下来。但是现在前面没车，它就要冲了。我们还红灯还是要刹车一下啦，再宣导一下啦哦。有些在国内有些人啊，把这个 ACC 啊自动跟车，他把它当成那个自动驾驶在用，这不行啊。人还是要清醒，手要握在方向盘，你要看，它只是让你更轻松。它现在的电脑设计还没有办法设计到完全判别静止力，它还是有去判别。我们还是要注意前方的车。对，车况。哎，刚刚试驾起来真的是很有感，超有感，超级有感的啦哦。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开这个西美，我会觉得哇，这个修理车大大的，我应该跑很慢。你刚刚开起来这种感觉，舒服，赞啊舒服！哦，真的是很赞，而且它那个声音声浪又好听。对，没错，对不对？OK， 这个新车你刚才说如果空车了多少钱？357万，357万就将近360了。然后有些，因为它这个东西总代理是选不到的啦，对，假设选得到，差不多也要加个20万，20万左右了哈。是我们讲的5AT LED 头灯、座椅加热这些配备。哦，这些配备如果还选得到的话，对，差不多要380万，380万，现在只要168万就可以拥有，喜欢吗？赶快来找我交。自由，我们想换车的感觉，会想换，舒服了哈。而且你看这个椅子软硬度，自由你摸一下，车震的话应该也不错。原来是讲这个车震的部分。